家好，我是 S Beauty 的美妆小编依琳，今天为大家介绍渐层纤维睫毛。渐层纤维睫毛它有分四种颜色，第一种是绿色、紫色，还有红色。蓝色，它们呢非常适合让喜欢特别一点、喜欢玩颜色，可是又不想要太高调、太明显的客人，因为它底部是黑色的设计，一样有眼线的效果，非常漂亮。好，那渐层纤维睫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